那你最喜欢女生身上有什么味道？花香味，玫瑰蛮香的。最不能接受的女生类型？公主病的女生。完全无法的。你有遇过吗？有啊。那你那时候都会怎么，就是内心翻白眼，还是你直接就会挑？内心真的翻白眼。然后只是只是好心的觉得还是要给人人机会，这个发现真的完全不行了。我说 OK OK 啊，终于分手，谢谢，感谢，拜拜，二话不说，拜拜，谢谢，再联络。对，不用不用联络，连联络都不用。心中女神是谁？心中女神安室奈美惠，虽然她现在不表演，但是还是也我觉得永远是我的女神的。对，可惜可惜。他一定会再出来，如果这不出来的话，再买他的以前的 DVD， 然后再一直重看、重看、重看。觉得自己天使和魔鬼的时刻分别是什么？当人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的时刻，就会出手帮忙。当你发现帮了之后，发现是一个恶作剧，或者是被利用的话，恶魔就出现。如果你是一种动物的话，你就想到什么？鸟或者老鹰，因为吃肉，没有可能飞了，想飞翔。搭配一个头才想到啊，还有那想当石头，因为其实石头没有什么需要想的。好了，你完成五张了吗？耶！耶！对，请你秀一下你的五张卡片。那来，你的爱心。Bacon。只是要你图案之后才会可爱。哦，来，这样都不一样。对啊。猪年新希望哦，希望我们片子大卖，邯郸大卖，然后事业也顺顺利利的。可以对镜头说出三个跟猪有关的吉祥话。你是猪哦。吉祥话。这还不错啊，你是你低哦。还蛮不错，油油腻腻的。哎、欸，这不行，长辈冷漠。滋，哎、欸，很滋润。滋润 ，OK， 很滋润。祝你新年快乐 ，OK。祝你滋润。好。好一个了，谢谢。最后，你还记得去年就是你有唱？不记得。台语的 rap。不记得。里面也就是元宵，加一啊。聊啊。哦假一啊，跨梅呀、啊，屁呀、啊！我忘记第一句了。假一啊，假一啊 ，OK OK OK。那跨梅呀 ，OK， 我在。好，那我们就最后请余威重现一下去年非常厉害的台语 rap。第一句话怎么？假一啊，跨梅呀、啊，屁呀、啊，几杯假八八是吗？对，哎 ，Angie。